Good morning 啊，同學仔，今日同大家分享肉鬆麵包。唔知有冇同學同我一樣咧，任何有肉鬆嘅嘢咧，我都覺得好好食。今日呢個麵包咧，我哋係用燙種做嘅，用熱水將麵粉燙熟，從而達到保濕嘅效果。呢個燙種我哋需要提前一日做好噶。先將熱水倒落去我哋嘅麵粉入邊，嗰個麵粉咧要同做煮麵團嗰個高筋麵粉係同一樣嘅。攪拌到冇曬粉粒，咁我哋咧就放喺室温嗰度先攤凍佢。做燙種有一個要注意嘅就係你嘅熱水要夠熱，如果唔夠熱嘅話咧，做出嚟嘅糊化效果咧唔夠好。咁我哋部保濕效果咧就會降低噶啦。通常咧，我會用一個保鮮盒做好咗之後，直接冚蓋就可以放落雪櫃冷藏，至少要12小時之後先再使用。燙種只可以雪3日，3日之後咧就冇用噶啦。到咗第二日，我哋就可以打煮麵團，高筋麵粉、乾酵母、砂糖、牛奶、雞蛋等等嘅材料，我哋先加入去攪拌缸入邊。計埋琴日做好咗嘅燙種，呢度要提醒同學一點，因為依家天氣好熱，台灣嘅氣温咧一般有成35、36度，所以咧要用冰牛奶，咁樣嘅話咧會減緩喺打發嘅時候啦，麵團加速發酵。有同學會問，唔係要去發酵咩？係，我哋係要去發酵，但係我哋希望佢成個麵團成咗團之後先逐漸發酵。如果你依家已經開始發酵嘅話咧，佢就會發酵過度噶啦，食落去咧就會有啲酸味。我哋用攪拌機將呢一個麵團咧攪拌均勻，呢、這個過程咧大概係5分鐘左右，所有嘅材料混合咧就已經可以噶啦。5分鐘之後，我就將牛油同埋鹽加埋落去。繼續攪拌，攪拌的速度呢我們一直都是用慢速的，因為我這個 KitchenAid 已經是比較舊了，所以它的速度不是那麼好控制。如果你部攪拌機的速度比較明顯的話，你就可以先用慢速，跟著再改為3至4度去慢慢打發。這個過程呢大概是要打發15至20分鐘的。打好了之後，我們看看麵團的狀況，取一小塊出嚟，上面有啲麵粉，左右咁樣拉扯，睇下可唔可以形成一個透明薄膜。咁麵團咧就已經係打發完畢噶啦。如果仲未形成透明薄膜嘅話咧，你可能要加多5至10分鐘。麵團如果爛咗嘅話，佢穿咗嗰個窿旁邊嘅鋸齒咧係好少嘅。再嚟，我哋將麵團咧就放喺發酵箱裏邊，喺個發酵箱裏邊先撒一啲高筋麵粉。將麵團放落去發酵箱裏面之後，我哋稍微整理下佢，用摺疊嘅方式令到麵團表面更加光滑，大概摺疊10多下就可以噶啦。咁我哋就可以進行第一次發酵。依家天氣比較熱，放喺室温嗰度發酵就可以噶啦。一般咧係發酵1小時，發酵至2倍大就可以。會建議同學45分鐘就去睇下。發酵好之後，我哋用手指沾一啲麵粉，篤落去個麵團嗰度。麵團咧係完全冇收縮嘅狀況噶，咁我哋就可以將麵團咧成個拎出嚟。我哋依家可以進行排氣，用雙手喺麵團上邊咧輕拍，令到入邊空氣咧排曬出嚟。之後咧，我哋再進行分割。呢個麵包一個咧就大概係80克，我做呢個份量咧比較多。可以做到10多個嘅，咁如果你唔想做咁多嘅話咧，你可以做一半，將麵團咧分成每一個大概80克左右。分割好之後咧，我通常會將個麵團稍微整理下佢嘅形狀，將個邊邊咧收埋喺個底嗰度，放喺一邊進行咧靜止鬆弛。因為麵團頭先咧都有進行過拍打同埋咧有猜過。咁我哋依家鬆弛咗之後咧，一陣造型咧就會更加容易。所有麵團全部分割好之後，我哋攞一個濕毛巾冚住佢，鬆弛靜止15分鐘。
鬆弛咗之後，我哋就將啲麵團咧拎出嚟做造型。呢、這個造型你可以做翻自己中意嘅，譬如你要做圓形嘅話，就將佢拆翻圓去啦。因為外面買嘅肉鬆包咧，多數都係長條形嘅，所以我今次咧就將佢做長條形。先將麵團咧擀成一個長方形，麵團嘅長度咧至少要有18-20cm， 佢嘅闊度咧至少要有7-8cm。再將上面嘅麵團咧向自己嘅身嗰度卷埋去。最後咧，我哋喺個收口嗰度稍微咧黏緊個麵團，令佢哋融合一齊。成個麵團搓好咗之後咧，至少有7-8cm 嘅。最尾我哋喺個尾部嗰度咧，稍微咧再捏下去，令到佢個形狀咧更加好睇。做好咗之後，我哋就係放喺台面，攞塊布冚好佢，室温發酵至兩倍大，需要嘅時間咧大概係45分鐘至1小時。時間咧只係俾大家參考嘅。如果你天氣冇咁熱嘅話咧，個時間會長啲，所以要睇翻咧當日嘅狀況。發酵好之後，我哋喺表面掃一層牛奶，跟住就可以入爐啦。預熱焗爐150度，焗咗25分鐘。提醒翻同學啦，各個焗爐嘅温度咧都係唔一樣噶，所以最好咧就係買一個焗爐温度計，確保你入邊咧係呢個温度。如果咧有唔同嘅話咧，要自己稍作調整嘅，唔係所有焗爐咧都係用呢個温度嘅。麵包出爐之後，我哋喺台面震一震空氣，令到佢入邊嘅熱空氣震咗出嚟，麵包會冇咁容易回縮。我呢個麵包咧特登咧唔焗咁耐，令到佢啲顏色咧係冇咁深嘅。如果你鹽感嘅顏色係淺嘅話咧，你可以稍微俾多1-2分鐘佢，因為我做麵包多數都會將佢 frozen 留翻第二日慢慢食嘅。所以咧，食之前都一定會用小焗爐或者氣炸鍋再焗一次，咁咧佢會上色得更加深。將焗好嘅麵包咧，即刻放喺冷卻架上邊做冷卻。我哋睇下呢個麵包撳落去咧，個皮咧好鬆軟嘅，跟住你按翻落去啦，個麵包咧都好有彈性噶。麵包攤凍咗之後，我哋喺上邊咧搽一啲沙律醬。因為沙律醬如果放喺氣炸鍋或者小焗爐再焗嘅話咧，就會搞到佢黐粒粒同埋黑掹掹噶。所以我會先將麵包雪咗先，要食之前先將佢小焗爐或者氣炸鍋焗咗，焗完之後再搽沙律醬同埋黐上肉鬆。小焗爐同氣炸鍋回温，我哋通常係用150度，大概焗10-15分鐘。一般唔建議放喺冷藏，因為冷藏咧其實會將食物嘅水分吸收。麵包放咗冷藏放2-3日嘅話咧，就會成個乾曬，咁就變得唔鬆軟噶啦。加上因為我哋啲麵包係冇加任何嘅化學劑，放喺冷藏嘅話咧係更加容易變硬同埋冇曬水分嘅。香噴噴嘅肉鬆麵包就做好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，如果你中意我影片，麻烦你帮我按赞、订阅同埋分享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